旋风脚，我双手打下来，松下来了，重心这个是在右脚，左脚是虚步。那么我要开左腿，左腿的时候，重心还在右脚，就是这样。一，那么二就上坡，重心移过来，这是二。好好，来做一次看看好了。好了，趴到底，安定嘛，好。好了，一，二。啊，都有感觉，沉下的感觉。好，我们风景是要沉下的，那连续就直接过来了哈。好，来预备，二一，对，好好，好嘞。左手在内，哎，啊，右手在外，先双顺，那么上起来就双逆，啊，然后对，啊，终于就移过去了啊。哎，你看这个动作是怎么到了？双正到头职位嘛，是不是双正到头职位？有嘛？啊，啊，比如说我现在重心是不是在右？就是把一跟二结合起来，比如说我这样，一嘛，二，好不好？这样，还会不会？好嘞，再看下来，一，好，对，二，松下来，哎，对，沉下来，好，就，好，会了哈，好，哎，就完了哈，对。对，就过来。那么现在分解是要这样的到位，那么连续的时候准备右脚就收回来。好，假设哈，一、二、三，看见哈，这样的好了，一、二，不要着急了哈，随着那个角度，另外你的角度先开我手合，好吧，完了吧。那么这个时候，我手往上，重心内，那么移过来，移过来，移过来，打开，对不对？阿信别，移爱呀嘛，爱沉不？沉高，我打开，好吧？好嘞，好，就这样。虽然那个图像怎么办？来，一，哎，不要往上，你直接，因为丘比这样把个按了起来，直接就是这样的小禅啊，对，好嘞，大禅，阿弟，丘和顺卡的爱亏啊。啊，那样，比如说，不能说这样，这样你脚没有开嘛，哈、哦，还是走一半了，这样没有，啊，刚好配合，一，看到没有？因为这个小，这个大大，步伐也叫大大，哎，阿本叫鬼，你要重心过了，要重心配合转，啊，不能一下子就过去了，你好，你好，我现在重心是在这里。重心过了没有？没有嘛哈，要慢慢转，慢慢转，慢慢转，慢慢转。哎，刚好到松沉，要搭配刚好那个角度。哎，对，现在好来二，好、啊。那么这个要大步哈，要注意到这个脚的位置，不能说我往前或是往后，这都不行的哈。就是要这个要对齐啊，这个要大步哦，不能说这样。大一点，啊这边的大，这是力量，还有下沉，变成两个动作的沉移，变成我打脚下来，是不是一个沉移，对不对？好，再沉，有没有？变成两沉了哈。啊，打过的时候，你看哈，这样打过的时候，我一打过，是不是沉一次？有没有？再沉一次，来吧，啊，这样才能开得大步啊。好，先放在这里了哈，来啊，脚，安利好，我们这边有沉了对吧？再沉，哎，安利有多安利？这个频率多压过去吧，哇哈，来，慢慢移动先，打开，松沉，对，安利这边多练几次的气功，你重心过去要协调这个沉的角度刚好到，安调，假设啊，啊，一、yeah。哎呦，你不能重心太快了，太快变完了，直角了。安条，不会有这个弧度啊，安条吧。你要重心到吃的太过，但是被沉的是没法变形，安那直角，来吧。哎，要留下一些虚的空间。哎，刚好到下。哎，啊，打到这里开，这样没有开，要到这里开，这样啊。这样就是跟什么一样了，打边，
单边只是勾手而已，啊，你没有松肩下来，松肩，啊，现在先混解了嘛，你看，你俩没有倒下来的时候，来啊，啊，松肩，陈卓跟什么合？啊，走嘞，啊，你跟我刚吸的，啊，你都不来吧？哎，那我们叫港亚中心是在这边，单边我们这边是勾手的嘛，对吧？啊，这边是长的嘛，啊，你看一些短的，哎，安尼嘛，好不，不能这样，好不？安尼要排嘛，好不？咱长咧讲，迄个第一个先刚来完咧无？啊，先我一稍微亮嘛，好不？啊，你这个就是稍走完的嘛，好不？好，你看了，危险的角度就是到位的时候转变，它稍都没有完，再换一个另端的角度。看一段吧，跟我看掉。今天啊，无啊，迄天啊，你够看我跑过来，上迄个沿路呐。更替就是什么？到位烧还没有完，要转换的另端烧再走完。更替嘛，更替就是这样。哎，来几次？对呀、啊，啊，你拢看看啊，无咧，嘿嘿，对啊。好，你好，好，你好，来，这个烧走了没有？还没嘛？啊，你走啊，看了，就不行了哈。那我跟我讲，要走下一个另端的角度，烧它带着走完，很漂亮。那、啊、接着赶快嘛哈，你把它烧走完了，这样感觉就落了，好像它烧未完，那下个动作再走，接着走，这样。哎，一点点，一点点，刚才有走到，哎，刚才全部没走到，啊，但是你玩的就是这样，你看，过头了，啊，你玩了个过头，有玩了吧？啊，你看，倒了，那全部倒了，好吧？啊，啊，你看，嘿，你要踏上去，你要连续这个，因为他这个就是没有停的了。你看单边它是有架势停，那么这个灯根它是没有到这里停，它直接就是这样啊，就是直接这样，就直接过来，看到没有？啊，就直接过来，这波提供按来攻，过来再按那个停嘞，再过来，这个动作没有，啊，哎，啊、你要做细一点的提供，那分解必然就是要先清楚啊，很多话攻来攻。按下来吧，这样一要清楚它嘛，好不好？二，好没有？三、四，好吧？提起来了，哦，再打。好，这是分解。啊，你俩圈到了，就不是单处了，圈到就不是单处了。我这是三，它是这样。伸还是降？这个手，你看手是伸还是降？伸嘛哈，啊这个嘞，降嘛好不好？这个嘞，伸进去了，你看，打开了，总共按几个动作？对，应该内在它可以产四，可以产六，按那功啊，比功，伸，你看这一起伸，这一起降。好吧，完了吧？啊，我这边看有这样呢，伸开嘛，按正常四个动作，但你的比较细的，就是变成六个动作，一个内在，你要推到内在，比如说我先分四，再分六了哈，有假设，好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这一正常看的四吧，好吧？你看这样就变成了吸和松分开跑，你看了啊？比如说吸和松，好吧？啊，这个打开是不开跑吗？啊，这是二啊，对不对？吸和松，不开跑，吸和松，这样几个了？六个。好，来，我再做一次，好来。刚才说四个动作的打滑嘛，啊，现在说吸和松不开跑，又变六个了。啊，你看，我现在是打开是开嘛，对不对？吸和松吧，五呼开捧吧，两个了嘛，好不好？吸和松，呼开捧，四个了嘛，好不好？吸和松，呼开捧，有没有六个了？
好了，好，好了，先杰他单数是五个，啊，比如讲他多兰车五个的话，来分开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看没有？啊，就是先分解的动作，因为你对他一个衔接在内，你看不到嘛，所以那个跳开快开油了。那么你来用，哇，你要怕这个套路，你要用分解之前在训练。那么结合你内，你要结合圈套，吸得通开不就舒服了。我听你的了，单条。哎，对对对，哎，双要打双，要打双。啊，因为联系在你那了，对呀、啊、嘛。嘉丽好，蓝红姐你好，是不是一样？你好，啊一，好吧，是不是二？好没有？是不是三？是不是四？干个招出六，好吧，五啊嘛，对吧？啊，来，我这边用圈道，圈道就是升降的嘛。啊，你看很清楚啊，来，这是升嘛，好吧？因为这是一含二。道理的，那条不宽嘛，好吧？因为这个时间我是一跟二啊，好吧？这是三了，有没有？啊，这是不是这样？好吧？啊，这是三，那是打开了嘛？是不是啊？啊，这四个动作了，来，来，吸和重复开捧的，好像要更清楚了，来，现在打下来是开还是合？开呀、啊，啊，你好，这个一开始的是合嘛，好吧？开嘛，嘿，开嘛，下来，阿别阿别行，到就像咱七四六是开还是合，要动比较是合，听到没？因为到这个，他旋转脚到这里完六嘛，最后一动嘛，阿你现在是要接下一动的右蹬一根嘛，好吧？吸和松就是顺缠，呼开跑就是逆缠，吸和松就是顺缠，好吧？好。呼开捧，一切下来，你讲我即嘛吸和松，这个动位吸和松，呼开捧，它顺的一样，两个动作，一个顺，一个吸和松，一个呼开捧。它的逆呢？你看，吸和松就进来，呼开捧就打，看到？就是抓外的空气，吸和松到内呼开捧这一段嘛啊，再来吸和松。不开跑，还是不是六个了？奇怪，老师那规定不行。因为，不是你爱叫，你爱吃那有根嘛？爱根对暗嘛，对背光啊。好啊，安得较平。我今仔无吃根哩。不是，我不要吃着根啊。无，你爱坑安尼啊，正常坑啊较肥。吃了更得背光嘛，啊哪里都不一样，好安都不一样，安都不一样，哎，这吃不对啊，你要吃那几多个啊？哦，好，哎，安轮转，哈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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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一二四五啊这是分解了嘛好分解动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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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看看好吧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那，看嘞，顺产这边，逆产板，顺产这边，啊，是逆产往外，顺产这边，包嘞，顺产这边，嘞，这样，是安尼，不是这样的。哎，不不，陈小旺打的，他是提到这里。嗯，等一下。
这个就是合到这里了哈，来合波，来合波。阿本来青春的哦，你安尼无合嘛？南塘湖，南塘。袂使南塘，阿嘛不要饲游戏，嘛不要饲游戏。啊，你南塘吼，这个空气无让到庙门，让到后面来来，你贴。贴也其他是这样，列这个顶也顺啊，另外。这个是这样，它的气场是这样，这两边是这样，这样呢，啊，不用假设，我先买贴，就是这里夹的，这里这边夹的，啊，这里贴，啊，人先定的，另外贵人频率高的，手你当顺他们谈，啊，你不是行的，是要安尼哦，啊，你过头去哦，啊，比方他都啊，我这边是买遐黑啦，比方那个啊不，这是什么谈？啊，这是什么禅？密禅嘛，不？啊，这是什么禅？对嘛，你放在锅里，要你要一碗，啊，那一开的时候，你看，那打下来是不是顺？顺嘛，这个是什么道？哪里呢？正道呢？你啊，动车，咱车去看。动车你嘛有啊？你若安尼，你那就是动了，有无？吼，以那中心为主去看。你好，你过去好，你看。啊。逆。顺。加个打逆，好，逆嘛，好不好？另外是顺，另外是逆，加点顺，逆，逆呢？随着让你螺旋产生，自然就这样走。你不要管它的逆顺了啦，一组人得要按那等啊，等下。哎。嘿嘿，来，你手无吧？手无吧？好没？无吧？袂好，你先贴哦，先贴哦，你前应后。啊，你前应后的时候，你先迈点没有？你先迈，那你先迈这个时候是提脚的嘛？啊，你先实验的就讲，你卡先跑嘞，先跑，实验啊。电锅的花是以前。这样也无夹，这安尼前应后，是安尼应的哦，是双应哦，双应是袂拍一路。你的重心就是你起码是咧高位，我安前咧看，你先看咧吧，先吼，至少有两条吧，有两条吼，这是对的。啊，但你无登顺产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当然啦，登两个弄，这个安尼，这个安尼，啊两个顶的，你爱做配合袂使顶了，搁顶来，好来，有无？安尼有无？啊，这个身骨也袂起了哦，当然好啊。我用那个单，我传到这个拳，传到两个拳，传到这个脚，这三个点，我传两条。一天了，安尼扛扛，对，安尼不好不？你第一先骨就是袂使扛嘛。啊，你要听那个动作，就是你爱细，爱细腻。你讲我是哪里话？底下点对不对？顺。啊，你先来一个点，你也无点，你看那个一直扛扛啊。我按了凳，按了顶嘛，要不要踢哦？另外，这个脚它提还是开？那个踝关节嘞是合，你踢不开了。这里开，这里合，看到？啊，你来这，老来了吧？行，但还没有，这个动作没有转腰，转腰就不小了。转腰都不行，所以我讲话讲蹬跟他是不转腰，咱前一动作是走蹬一根嘛，我也记得吧，也不能转这样都不能，他是靠着那个肠子的能量去产生一个劲道的花脚，然后左蹬一根，你看他是这样下沉的，不，那么他起身再打的，打出去是
对对，你得第二天，那请问你有困了呀？我困了，你要有困了不？你啊，那我这个是一个片，是什么签到？好了。这个逆嘛，好吧？啊，安那安那是没顺，啊，你安逆也顺，这样打啊，安好，哎。比如讲，你用来用来躲，用来听，假设哈，安那是逆还是顺？逆嘛哈，安那嘞，顺嘛，好，安那怎样嘛哈？啊，你也听哦。变过我来用捏顺，安尼更来顺，这个印度，这个样子。啊，我来用顺来顺，是咪？这个印度，这个样子，有嘛好啊？好，阿你放个好啊，来看一下。好嘞，阿你手先打开，再顶来，打开，打开，安尼打开，你手打开，是咪？安尼是咪顺？安尼是咪捏？捏有了好，安尼无？安尼就好啊。啊，单手包来有贴无？有嘛？阿你啦，阿叔讲，安尼有破坏无？好，安尼好，安尼好。打开了，啊！安尼变这个变直线去啊，伊无含这个圈道，安尼乱夹夹夹夹都还好，这样都破了哈，啊！哎，嘿嘿，是迄个新家一路，老家一路是全，他是把它利用，对，安尼猛的对啊，哎呀，哎，对啊，对啊。哎，对啊，我们对啊，你好，他新家是涨了，新家是涨了，新家是涨了，那么转过来又变全，还是新家，新家，啊，三十八他是从利用新家，他去凑在里面变涨了，哎，啊。你知好，哎，哎，你要看好点，看到好点，好嘞。啊，你可以啊，在这个左蹬一根，右蹬一根，弯过来，来，右蹬一根，另外安尼嘛好，你先把卡呢，倒卡呢无，先顺而后逆，好吧，安尼，啊对，啊今嘛来个顺，来个逆。就滑下，看到没有？啊，你就是我讲啊，就是先顺打开嘛，逆，好吧？修来就是顺，好吧？逆，啊就展开了，好吧？哎，嗯，哎，一样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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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都往外抠嘞，是安尼横向对不对？啊，就有立向，安尼有个角度，我赶快吧，赶快了。哎，谁小伙子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是啊，一样，一样啊。哎，咱第二哎第二套，那迄个活络观想第二套就有了嘛，对吧？安尼啊，咱有这活络观想操啊，啊，请求者啊，好不？好不？安尼啊。特对啊对啊，哎对啊对啊，对啊，有啊，这个是什么转？顺转还是逆转？你个看动都吃了，好啦，顺啊逆转的，好吧？逆转还是？这样是逆转嘛？逆转，好吧？哎，这样是正转，正，你别当讲顺，因为你来对圈道来对够是顺逆，啊，所以圈道来讲正转。比赛攻顺利，看到没有？正环正环道，圈道攻正环道，啊，圈道来对他个攻顺利，看到没隔壁啊，好吧？我那今麦在热哎，今麦这里是登什么道？我右什么？正道。正道嘛，哈，啊，您好，我今麦在起来什么禅？顺禅。这个嘞，逆禅啊，对嘛？所以要分别清楚啊，不能说把它这个说顺。顺道，这个是逆道，安尼也回去啊，有没有？来这些，哎，回去，
好，阿弟哈，我反倒，这个是什么禅？逆，这个是顺禅，对吧？这是逆禅，对吧？来，这个主人好不好？我们炒一个，这是什么道？正道。啊，同时间还是不同时间？啊，练嘛，好不好？两个东西，正道嘛，同时间嘛，好不好？你看，我起码没起来了，我起码安尼更起来，更起来了，我起码顺，假逆好不好？假逆好。好吧，你跌跌，别起来，顺，不假逆，好吧？哦，啊，你也不同时的地方，这都不同时啊，他都要是同时。前进嘛，不同时。啊，但现在都是这样嘛。啊，不行，行，不同时，对哈，啊。我先安尼话，安尼是正道。啊，我不同时，我甲变做斩啊，先安尼话，对不？对吧？吼，啊，你若同时就变来，是点起来对咯。啊，你听吼，所以咧，圈道是知道了打拳就很容易掌握。诶、欸，我个人加一半嘛，无加专业嘛，好。所以这个动作就是在最后的那个确定龙上步七星的加呢。假如拍两个动作安尼吼，一个偏攻，对，一个姜外靠，这是姜内底，先只姜底就一个啊不，安尼啊，好，啊，这老只啊，先只就姜外靠啊，哈，先抓，先只就对，对吧？就姜哈。也都变化，好吧？啊啊，老者都行呢，有没有？咱拍到尾也都有啊，拍到尾，好。啊，你三十八就是提了只道理，有没有？啊，系啦，对吧？跟好了，一阵痛。有你来对，耶，扔下来，旋转脚料就是比旁侧嘛，哈，对。哎，对。尿。收来加，他多落下来是叠加，啊，今嘛这修加，脚位就不一样了。哎呀，修来也是安尼，不是爸爸安尼，安尼好，就是这样，就是修安尼。那今嘛落来修上去安尼嘛，好，更安尼，不是安尼，安尼，就是这样，安尼，更安尼好对，啊，今嘛卡住了，进来，哦对。爱先刀嘞，他在变脸。嗯，好，行，他是这样的，刀是这样，好，这样来嘛，好，来一、二、三，好吧，那边嘛，好，阿舅妈，你电影看看修嘛，四、五。不，你按呢？别再按得起来，不能这样。是往这个两边侧加，两边侧，你这样加嘞，电工按呢？啊，这两边侧，啊，按两边侧，按。好，你这么看嘞，你看我按嘞吧，掌心来垫起来，垫了呢，啊，这么包你呗，啊，包你起来，安好，你先拍开。会按，好，平衡我怎么按呢？按呢好吧？怎么个康熙也袂罢嘛，好吧？啊，怎么来较罢呢？好，好吧，这样，好，不是这样哦，不是这样打，不啊不啊不啊，正常呢，这不是这样，
安尼看会白袂？合袂得，合袂得，你合着这个外空，合着外空嘻嘻啊，安条？错，这样较正确。正确往底下，这个比较夹袂得，你看，搞定安尼吼。我即摆对袂，出来车好啊，这样打来吧。安尼比较这个比较夹袂得，好吧？啊，袂使离开哦，袂使安尼，搁离开，这个点搞搁夹袂。交叉，安尼，你看这个弧度安尼，袂使个安尼啊，对吧？啊，你有感觉这落掉了，啊，佫感觉安那急掉了，好吧？啊，你来倒边吼，你来用倒边，你拍开。用那个，用电话去了，好吧？诶、欸，那有空的无？你是夹着电话空间呀？我夹着这个空间，好嘞，不停来，夹着这个空间，敢那像你的这个手有接着含地面连的这個空间，要安尼起来，啊，你人的心偌济了，敢听？你要先拍开啊，安尼拍开。我这么的手，这个感觉就是，那像在下底，那机拢在下底手啊。啊，刚才想要空气抓安尼，跟身体合嘛。啊，我身体下去，慢慢下去，啊，结合哦。啊，这个前硬空，好吧？哦，啊，你要起来稳啊，因为这个它没有螺旋，只有手螺旋而已。手螺旋啊，跟你的脚，听我这么安尼无？脚的螺旋是安尼嘛？啊，这个腿的脚嘛是跟这个相对。刚才我这个心是被动螺旋，也辛苦不安尼。嘛无安尼，先去背这个抽开是这样，另外这有背感应无？另外看，有安尼，有背感应无？啊，啊，即摆这几摆，你即摆要排开，我即摆是安尼几摆，等安尼，等安尼开啊，啊，等安尼几摆，等安往内，反道理吧，先反道理吧，刚咪正道，啊对嘛，啊你若安尼，夹袂着。这些动作像咱起势，起势刚好转右，无嘛？你看，第一起势，另外三次，一二五嘛，吼，三次了，无？你看，就是这样，好吧？安尼搞的，就是这三的动作嘛。啊，四次都打嘛，伊无放低了落来，啊，变化是嘛？好不？好不？三，好不？四就打，看到没有？就是跟起势的三一样。三次不要降下。你好，咱到二了，二下去了，好吧？三，好吧？就是这样了。我到的这个，哎，三，就是跟骑士一样，好吧？你狼爱了吧？这个就打了，都完全一样嘛？一样。身体它没有转，只有靠两个手、两个脚，对。哎，好吧，安好，好吧？好。啊，四。其实的事是降这样下来嘛，那么打的时候不是这样降嘛，他的网这样开了，啊、你要贴，你要干活吧，你别再光拱啊，你要看看喝。这个时间是这样的，安尼，你别紧，安尼就别动起来。这个动作之前是安尼，阿伯，安尼嘛，安尼可以嘛，安尼，是不是这样？干啥呢？你好，往头开。你来干啥呢？哎，不是嘛，好，另外，我这嘛是逆啦，好吧？顺就会，绝对是这样的，好吧？完了吧？啊，你嘛好，啊，你看，这里看嘛的灯，心嘛落去，啊，手嘞嘛的灯，啊，你是不是都是反倒了？啊，顶好顶好，顶好，顶好，来这嘛顶好，蛮快的啊，啊，蛮好，这里转起，啊，你起起啊，啊，这个更的话，这里倒更安尼吧。这个开有来才好无？啊！你即马更下来再先开，啊，我安尼好无？好、啊、来更下，更咯，爱好哦，爱好爱来哦。你若好无来，等下去闹闹，安好，安好吧。有吼，安好，啊你爱，你敢若空气行嘛，袂使无去啊。啊，你好，更你好，安好。
啊，来吧。好，你看你这个卡吼，一公里时钟啊，公顺，咱来以时钟来公里顺时钟，对嘛？哦，按着对啊。阿姨卡嘞？好，对，好来。好，刚才你听听下卡，听下卡。啊，你也含这个比率啊，拄啊好啊。你袂使。啊，伊就是你的点含这个灯无配合啊，你先灯无点啊，安尼啊。好，你看，这边卡拢好等起来，松下。这边就是立产，等下嘛，阿妈妈握拳，阿这嘛立产，来，让阿卡提起来。阿这立产的时候，你好。袂使同安尼哦。因为这个，我等下这个含这个河，啊这个嘞含这个河，啊你河你也听两条空间的话，对这哦，好。啊你什么在河？我讲了就对，哎应该是安尼啊。安尼，还有招嘞招嘞。你呐，安尼的，是安尼嘛？不是这样的。你也也是又来，又来。你下底是安尼嘛？我怎来？安尼卷起来，伊出来，这是咪食安尼？食安尼吧，那就安尼吧。然后，我好，哎，先加温。这时候你已经贴了，需要是贴会贴了，对吧？安尼哦，啊，就慢慢更。啊，这更的时候哦，它是内在很小，并会比它。安尼过头，过头，袂使安尼哦。话题哩吼，会安那袂准。你看，它是这样稍微转对吧？它是用端端打，不是用面端。啊，是用面，这样面打来吼，安尼发个剑刀也安那，也水安尼，这里。是用端打。不能卷过头。你先看我枪来。我刚转过头。它是内在的，啊！你已经贴里边，贴里边，咋已经贴里边？你看，再个冷冷，安尼什么冷冷？你看，我小看你嘛，小看贴里边，啊！哎，对，啊你，你嘛别像那个高，真轻别像那样。别人高，它是垂的这个角度，顺这个斜率，所以这种比赛弯了，那那比赛，那条啊啊那嘛比赛，你看，我边讲，阿方的手就是安尼嘛，啊你也是安尼啊，那条过了，它这个是一贴，贴好、哦、你看贴。贴伊来得几个呢？这里转安尼，哎，啊，这里转安尼，是转安尼，安尼就对啊，安尼比上面到，安尼比正到，你好，你先把这里右位先就是别安尼，先到你别安，安条，啊你哪个别安尼位吼？安尼头前开有安怎？哎，安尼就对啊，好无？哎，安就袂知啊。你看，我即摆来去，来，我即摆就是即个要甲别个，你用你的主控别安就好啊。你的边啊，即两条别安就好啊，两条莫插伫下来。
哦，边仔两支条笔安尼去落啊。别安卡起，啊你含手做行啦。啊你无贴，啊贴贴含行做伙啊，搞个定嘞。过来。好吧，好吧，完了哈，哎，对哦，好吧，好嘞，好。嘿，对对。我来刚到，我正到过来，现在到来干啦。因为你的形是灯安尼嘛，对吧？哦，啊，敢那像灯啊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受着伊的这个手的形，就是讲伊现在在走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就感觉有安尼感觉，伊就受着这手的影响。啊，你受着这个影响，对，哎，安尼还对对对对，啊，伊这两是对比嘛，感觉，伊这对比是安尼一摆哦。你来看，你来看，哎，安尼一摆，安尼唔对哦，唔是安尼哦。你看，伊起码这是安尼提起来，但是这个图安尼感觉。你的这个道安尼啊，这个是安尼。你怎问？你怎问？哎，你问着重点嘛，还是手的因为，这来去因为了这样安条。啊，对对对，啊，这这安尼，啊他安尼。哎，哦对对对对，好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安尼问了重点嘛，是啊。所以因为咱的脚，你的脚无可能是安尼嘛，好不？安条。啊，你讲就是，没事情嘛。咱讲我坑好，伊卡讲我登安尼，但是迄、那個、有安尼吧？咁了意思？我不要讲常识嘛，好吧？啊，你若讲这个鞋是登安尼会，你看，安尼就是呗。你鞋登安尼，你常识无安尼？你起码我起码咧常识安尼嘛，我起码咧常识，这个常识安尼，啊，这个卡就安尼，好不？安尼就掉了吧。啊！啊，你看看，哎呀，啊，你还袂等，看看哦，行，这边喜欢这，这样，我即马这个就是要等啊，安尼嘛，好吧，啊，这个卖菜过，这个卖菜主连啊，对不对哈？你袂用这个，安尼，安尼啊，哦，我即马是咧讲伊的肠子两条安尼，感觉好吧？你啊听了看感觉安尼，好，啊，伊主连无形中的迄心住的安尼嘛，好吧？好，要跟我等，好不好？哎，哎，就是安尼咯，就是安尼咯。阿你讲，阿都无啦，阿你就来看下，好，一转就，这对这里所有人点开了吧？阿你点开吧，刚才讲到了，讲到了，就是关了那些米啊。两个频率的关在那里面，这，哎，啊，是，你起码已经先找到感觉，票币来，你爱听我唱来，唱听唱来，敢会使安尼？袂使嘛，好不？好来，起码咱先讲个感觉哈。我现在用单音，双，它主要是双音，看到吗？现在用的是动作，刚安尼话无轻轻，我感觉阿你个放较轻呢，还是放较轻？我一二三，你阿做个行，一二三，收紧，慢慢就是慢慢落，啊，一二三，安尼你阿听看这个开甲这个八嘛，安尼吧，安尼，好，阿你个较轻淡吧，啊，啊这用你家己哦，来听好吧。好吧，啊，即卖另外一个就是立体哦，这个立体就是安尼嘛，啊，都是干呐，纯粹是安尼，好吧？啊，我这种是立体，我变种只要升起来，啊，这个比较干，好吧？就用你家己啦，安尼哦。啊，这是第三只啊，甲你用的，啊，你人家己一个买。啊，隔壁好嘞，我讲你听，这就是你两支条啊，这是中条，安尼哦，就用你家己。啊，这是要做给你看嘛，安尼哦。
他拄仔是毋是中调？无感觉，对无？是毋是干呐？即、這个肠子，安尼有安尼无？好吧吼，啊你会行？即、這个脚是毋是安尼去？他你问安尼嘛对不对？是安尼安尼嘛好无？你若开始讲我的肠子也是安尼话，你做几杯？肠子，对，做几杯哈？肠子是安尼，好吧？安尼嘛对吧？安安尼是几多礼拜？水有几多礼拜无？我嘛，当我见到你的话，还是比前用见到你吧。啊，你见到了这几本，我来加个好不？好。安尼哦，你来听很努力啊！你来听到就无多啊，听到就听到加好，加好呢，加无听到加好啊，好不？是不是内底好，够就是外口好？好吧。但是你即马呢，更是这内底，内底的这个，这个好对不对？啊，你就是外口的听好不？好吧。啊，听意思，有吼，啊，就是意思是讲，我即摆听是听啊，这个内底对家己，啊有一个外口安尼好，空气，啊，对，嘿，对，啊，你即摆是无装置，是干那家己的，干那装置包着，啊，都迄个滚头好嘛，对吧，是安尼。啊！即马变双叶，你也听到你看。咱即马叫分头，你看，咱开始的时候，你看，改到分外口的分内底，变我来伫个内底的时，这个是不是音的？这个是不是用的？对啊，吼，安尼对啊，吼，你也安尼。啊！你来正道的地方，咱正道，这个是正道的，你看外口音的内底有用的，他呢？出正道反道，他有分。啊！你若他是讲正道，我来用内底，你感觉安怎？那这个音呢？那这个用拍，用拍哦。哎，开始用拍啊！哎，我来用这个来导安尼，是吧？啊！你若反倒的，我用外口的拍一个，意思讲，请他们用要走正道，是走天了，好吧？甲咪走车，是嘛吼？啊，你若正道，咱走车来拍案呢，你工作少嘛？哎，对嘛？啊，你看，我呢是咪逼着去走来车，去正道嘛，好不好？啊，你看，伊呢哦，伊呢就变啦，走来啊有个变化无？对不对？反倒就安尼嘛，好不好？咱头拄仔迄个等根是安尼嘛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是咪吸安尼？IQ 啊，你把这个听的是，它是让你用阳经络来就把阴经络，阴经络再去打阳经络，是不是呢？啊，你感觉是讲刚才这个内孔嘛，对不对？我即摆一个分开嘛，是吧？咱是不是对这个毛细孔收了伫内底？有阳打阴无？收了无？刚讲收了，你知无？好，我即摆是不是阴？有个打阳无？啊，这是分开的哦。不一定。啊，你看，咱以四个孔安，一瞬间就会搞啊。你算是分开的嘛？一瞬间你会当真的四个嘞？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有安尼无？有啊，安尼嘛哈，变讲。咱若分开的是，他都话咱讲，反倒是收外空，好无？安尼，这个收这个嘛，收这个，啊来拍这个，好无？安尼无？啊，伊就这个阳，伊来阴，再个阴打阳，再个出来，我看完了，好无？好，阿弟来开始讲，正大好无？收安尼，好吧？再个你们吃啊？啊？无，你照意思是讲我客安尼啊？啊，甲吐出去。你来讲，我能照安尼就没意义啊嘛？敢听？你来照伊收表有意义无？一样嘛，好，你好，我这到现在都不来，刚刚开的这，刚你招你外口请，无吼，刚才灌你一夜，起水来对，刚你招你外口请，哎，赶快，这是风的波港呀，赶快，啊，你看还在等根什么呢？你也无吃会掉的，你也吐啊，你看会掉的，吐出你管他呢。有好。
啊，你安尼的时阵，你袂使干那这个念念哦，你那这个，加什么无去？安尼啊，所以你起码这是能量的嘛，这个是安尼嘛，啊，这个是安尼，安尼啊，好吧。哦，对对对，你看他多大底细，大底细啊！你看，你看我钱哦，这个钱抓呢，一根他，这个钱对他们，你好，万年万年。好，来吧，你可以好吧。干那钱的地方，安尼更那个钱是招摇变，啊，这个钱招你头奖，完了吧？你好，我这个是招你头奖来嘛，对不？啊，这个有招你后边好不？这个有招你，啊，这个来加好不？你看看，完了好不？啊，这个有招来加好不？啊，他不是两个都是往后合，也不会两个都往前合。你要走的是这个往前合，啊，这个往后合，全的，明白？这灯啊，那一瞬，你灯啊，我家合不？啊，这有来家合不？啊，我这回找完呢，啊，这有来家合不？好嘞，因为这跟他的差不多赶快呢，你看，来，你看，啊，这里照你哦，啊，这找完来，有好，安条，啊，不然两个都好呢。安尼，这个无人合你的到家合嘛，看到无？无人合你的面门照来家合啊，看到？意思你看，我即马先公权，再来个公家嘛，分开嘛，你看。安尼，感谢安尼，是嘛吼？好，我即马做会哦，你先站，那不？你先站，全决定去办安尼。你爱夹到这个吼，这个安尼过来，这个过来，爱含这个，安听，符合吧？哎，你好，你后边安尼啊？我讲安尼无？安尼后边好无？有嘛吼？一条有无？安尼后边好嘛？好无？好，阿姐嘛，我今嘛比后边好啊，对吧？我今嘛这个来头前去，安听？安听无？好来，你可以做个吧了。来加卡子啊，好来，进来，好来，要安静哦哈。安尼看下咧，即摆是打开了。你先手好，今有有啊吼，爱就是去招来遮，后来去顶来，哎，招来遮好，有好啊。啊，你若无搞好，无搞你看，啊，你用安尼，用皮，安尼有无？无好，爱知影。你若空靠你个肠子做，你若肠子若无，即若无根安尼，即若无根咧，遮绝对袂当。加别当盒嘛，代卖别当盒，好难挑。好来，你们要代卖盒来。好的，加我练不练？不加盒啊，好来，我练加。加盒来，这边来。哎，这位哦，好来。好吧，还有两个对比吧。啊，好啊。这里多。慢慢握拳，慢慢先握拳，先更。啊，你就讲，你照上，那四方来加加，啊，变成这样子。哇，来遮好无？好，安尼话吼，好来。啊，即摆这里哦，你拢爱放松了，放松。这里就是行安尼，遮好。啊，这手来行咧。哎 ，OK， 对，就是这样。好，啊，但你的手就袂使夹安尼，你握拳。夹板了，是这样。夹起来，放夹起来，放起来。哦，你放在遮，就好。咱放夹底，他做夹底嘛，好不？你放上好，刚完全嘛，好安尼好。他做动作是站个凳了，好不？今麦在凳安尼，在凳安，安尼凳啊，好，加点油啊。哎 ，OK， 那你来做，你好好。我讲讲，来哈。来，我讲听哦。哎，但你先动嘞，先动。你就是要讲安尼换，我讲安尼换。你先变啥？
咱即马就是讲这个道吼，你看，伊即马在等，这个等是安尼，你看，你看，安尼，啊，这有来遮好嘛？啊，伊即马唔只好哦，伊即马会走来对，走来对。啊，即马这个道等安尼就是等安尼就是转客安尼个条，这是伊个烧车，伊烧转客安尼。啊，家你一个农家，我咧就是乖嘛，做安尼，安尼嘛。啊，这个是入去了，你看，哦。下啊下啊，油价往上啊，多少钱？45啊，你看，安尼啊，个安尼，安尼有三种直播吧，我用你看啦。有感觉抓着只安尼起来无？安尼起来，好吧？你的手的是，你的心的是，看伊阿点对啊？你的点就是，伊个价嘛，感觉在遐无？还是什么？这三种。来，你等我安尼不？安尼一种嘛，我再等下来吧。啊，我过去未不？这样吧，啊是那个地下这个空间少些，安尼有三种吧。刚才这里烧焦的三种能量。三角交替。呀，好吧。啊，你这把三种做掉，你无人的心这个地吼，会掉嘛？这里要起来，这里要安怎地会掉？好吧，啊，即马要等一个另外，来客家包啦，才头前开嘛。另外，刚才一个烧停车，就遮尔复杂。啊，即马烧有啊，咱后壁听好嘞，听这个歌，这个开哦，你看，伊后壁开头前可以嘛？当然，是吧？你要仔细听啊，你也无仔细听，你想粗手那袂成，你看。慢慢跳，慢慢跳。啊，你动作太大，你卖一个是要缓，即马练稳就是安怎？静听，静听就是意思我到位啊，慢加缓，比较缓步练，要缓够缓的放缓，听到没有？啊，你爱到位听，讲我即马直接开始前动，安尼。啊，你爱听嘛？你爱听这个度啊，我这个度，可以啊，看有吧无？看你人跳啊，富二八嘛，敢那像咱咧缩一个物件，缩起来，伊这个方向跟这个方向佫无共款，咱听，这两个方向，这两个方向无共款嘛，好无？啊，你啊提到这个，因为这个是这个方向嘛，伊头下咧问下就讲，咱的长尺，这个长尺敢是安尼，咪啊，迄个形敢是安尼，长尺是安尼，这个形安尼嘛，好无？这个一个对比嘛，咱听，这个佫含手，含拄啊咱的长尺，这含拄啊是形，含长尺拢是在对嘛。啊，伊个长尺是行安尼，但是是行安尼嘛，看到？你看，然后伊就无这个无这个，你看提这个就破了，这个无嘛。他多少是听着这个，加加就是个行加，这个个呼应不相关，好吧？另外，伊这个是，安怎？脚的长，伊这个这边的长尺是行，对吧？啊，这个行对吧？他主要是拱手嘛，啊，这个长腿卡，啊，平我即马了嘛，即马是唔加好，啊，即马另外，我加了，烧啦，底下的烧脑比较开，啊，这个阔，这样，哎呀，你来选这个好，即马加好，啊，即马好，我加开，啊，对嘞，当然我加好。来听好吧，啊！你也想第一时间加好，我来直接等你补咯。你先看，加你先加，安尼好啊，我了。好，啊！你即马确定啊，这个是接别开，确定啊，接别开，接着，我来吧，安听，啊。所以你看，顶下半，佮合手下半。咱头来讲手下半，这是等安尼嘛，好无？你等下借互你看，借安尼无？你我先去安尼无？感谢安尼。啊好，这个等安尼啊，这个入来你看，这个对安尼。啊，你看这个嘞，你看伊本来开嘛，啊我即嘛，这个
这里往家倒倒边，你看这倒边，这边个呢，这边个。好，好，哎，稳多了，稳多了，稳多了。好，要仔细，慢慢往下讲。哎，你看好吧？啊，他有没有转腰？没有。你要转腰看看，换自己的。转腰，转腰。你要转腰，转腰看边了。转腰，看你转什么腰？转，转你无去啊？哈，那就无去。转腰就走走。啊，伊的角度就是讲设定角度，我怕我转腰，我怕我转腰。我用也外伤指也成来打军，看到没有？一军是被动的，军的是中挑嘛，看到没有？用成的拍嘛，成的互动。邓一根的是用成，嘿，用成打军。我跳一中，他都踢开嘛，看到没有？伊即摆是拍中挑夹的，对嘛？中挑夹落来，夹。安尼是不是？打了什么打野卷跳跳的效果是撞效果我连听下几点几分啊？两个都过无去啊！哈，你第一时间那无沉着，我那做袂出来。你也开始扛了，我来顶袂出来，扛哪里？你也来做袂起来，是吧？刚跳。太重要了。你沉的时候，你起码到这个地方，它是开还是合？确实是开的。啊，你把那个它合。哦，对。好，好吧，啊，够，好吧。好。好啊，哈。对。你第一时间那不练，都走这边去。嗯。你坑了多呢，像一包水团，地底安尼好不？然后对，安尼好。手照过头呀，过头。你有内藏子袂使显过头，意思是讲，我手放下来对不对？我若放下来就无练。你若安尼，够赶快，赶快，啊！你起来我看麦。太快，太快，来慢一点。差不多是安尼，你看，安尼话，这内场这地方，啊，你那个走了上车，伊这个那上车安着过头呀。因为内场子有地嘞，吼，内场子好。感觉你听嘞，你听，你看，伊听这个多嘞，这含这个，啊，你那这个走上紧，这个不，安尼感觉会掉，嘛袂掉。所以，伊两个就是一个互动的规律嘛，是吧？你看这个安尼来，这个安尼，安尼这有开无？有开。安尼是，我自己。你爱整体看，一看就点了。你爱看这个好来是都不，啊！你即摆手稳一点，你只要点对。啊！你若开始讲话来行，另外你安尼就是，对吧？顺这个道，你即摆提着安尼，不可能安尼嘛。啊，我头拢安尼无，啊，你能量走这边。啊，你即摆手是我讲的，动作只是安尼连贯啊，对不对？会啊，对不对？甲倒来只，晓得无？你咧走车的时候，就是个倒来车嘛，啊，无你若干那有车呢？啊，何必？咱电管的是讲，只合只亏，对不对？下来会啊，变只合只亏啊，看到？我咧讲一下意思嘛。好，好，啊，无你若干都手捏你嘛，好啊，只全部都无嘛，是吧？啊，混看，啊，你混看，你也看。伊这个混块，混块来说，伊一个内层，搁一个外层，对吼？对讲，一个咧行咧去，对不对？敢那像一半，安尼一半咧一半，一半咧一半，一半咧去，有安尼无？你这个点有走安尼无？啊，这个点有走咧无？啊，讲上去看了无？加强一下哦，来个定来的统称。你即马卡，即马食，即能量是食好，好安尼哦，即拍袂哦，是吧？安尼好哦，等下哦，啊，等下这里要开嘛，这里开，等下，这里是要开嘛。
来听好不好？好，你行好嘞。对吧？舒服吧？拍拳是要拍车，啊，无就凊彩比比就好啊。哪会当做安尼？它是一个舵右的协调嘛，这斗笠啊，咱要就是这样的嘛，啊。你即马听的顺就是讲，什么叫内层外层的分别啊？他如果讲的是讲，你即马看看下来，我若要改用这个较细微，这个是内层，就是讲这个较内壳的圈啊，啊，这个是较外壳的圈，安尼有内外层。你若分的话啦，咱听，我讲一顺啊，我本来是要给你跳开啊，你讲问我。他得内圈外圈嘛。因为以前的内圈叠来对嘛，好不好？啊，这个外圈叠往后包的，好不好？啊，安尼嘛。啊，还是无分别，刚才知影讲，走安尼走安尼无分别，好不好？这足水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我讲分内外圈，是吧？哦。啊。啊，这条，啊，这个墙外，啊，你这边过来分地好嘞，烧墙外圈。啊，就完了，太厉害了。对了，今麦你讲，他都要是用这个做内圈，还是做外圈嘛？对不对？啊，今麦你讲讲，你用这个做外圈，这个做内圈快拍一点。我闭了，拍。因为最好来这一个比较深一点的问题过来啊，冰峰还得看看，这个动作加一个圈戏，加过一个圈戏，啊，伊这个圈戏的话就是讲，我讲一听，你即摆就是，以前这个是一个内圈的局部嘛，好不好？啊，伊即摆这个是要包伊这个内圈的一个局部嘛，好不好？啊，伊即摆是外应内圈包底。这是来对这里外靠嘛，好不好？安尼包，因为你什么也别发啦，是要注意啊，敢听？你不是要发啦，敢听意思？好，安尼讲，我这里哪个？哎呦，外圈嘞是，好，啊这来包，对吧？这来包外圈，这来包内圈的位，安尼拍起来，对老天，什么原因来啊？因为你什么是要发啦？要发的绝对是它是从内。在包进来的，是对家发的，看到吗？是对家来产生对家发的。不是讲伊只根对家发的意思，伊嘛是总源头嘛是第一家来家和第一家，所以伊要先包家，而且看外层来包的。啊，伊嘛好处在用这个整个大这个层出来，看到吗？以前这个钱包嘞，对，我这边包嘞，对，安尼包嘞，隔壁是用这个盘，隔壁用这个盘。对，而且这个有变化，不？我讲钱包有变化了，安听。你这包嘞是不是？是不是你单咯？这个钱好吧，好吧，啊，我这边过来。啊，你这盘。哎，这传出去嘛，传出去，它跟出去东西安尼啊。哎呀，我即摆是咧讲圈的代志嘛，哎呀，哎，对，是啊，好吧。伊都是先即个结合一个结构，发现一个结构，好吧，好吧，安尼，剩安尼一个结构。啊，你来到施工来安尼，够可能走，走安尼，无嘛好，是即个走安尼。
啊，台湾人好不好？希望你看每一个圈都无同款的款，啊。那边，啊好，哎对。我坐啊，你先外先不要。你包外去，你包外去啊，你包外去。想去包嘞，想去包。这拢你家己哦，这是外嘛，好不好？当外，当这小外是外嘛。就是咱那个店呢，这他都是这小外啦，小外啊，大外啊，这大外是不是真的嘛？他们看这小外真，我完全不用成本啦，还蛮好，没有你这边的，这是小外，好嘞，这是大外嘛，好不好？阿婆，你那这是啥？反正讲我用单向就好了吼，双向是安尼嘛，安尼啊。我即摆是伫咧走，安尼，啊你去走安尼个啦。但系最后我袂用，阿袂用，阿你放下，放下。无啊，你爱先走安尼来，我走安尼去。啊，我把一二三个条，一二三条。你卖什么？你外圈把你外面圈，好吧？啊，我现在被划进来好不好？你是不是爱外圈在定的不？啊，你爱外圈行走的，来这边划，听到？听我？真的？过来！他说你讲手这个能量，真的？这个就是，电工我现在走的对不对？啊，你看这个人走的，啊，你有影无？这个外圈嘛，对不？啊，这边这个是你包的，这个对不？包的吼，我想比较好点。这个你别怀疑就。圈吧，啊！你那两个圈拢包完嘞，喂，安尼讲不用，好，打来，一个来，你两个圈头我那个是讲话拢还包嘞，先包完嘞，安尼讲，啊！你拢包完，包完，我包来先，安尼讲，安尼不错，好不好？啊！我好多是相关的，我东西，这个安尼，我花一二三拢阿边阿边包嘞，好。我以前第一嘛，这里行，安尼，咁样，我行咧，慢慢下咧，都无，阿袂晓，阿袂晓，啊，一二三，另外咧完蛋嘛，行咧嘛，啊，你嘛，这里坏了，你嘛，这里，你嘛，这里是何安尼？我看另外这里是安尼对不对？哪里坏了？哦，你好，对啊，他都话，我今嘛这里是安尼，他这里是安尼，哪里？我看咧用这里吊裤的，咁用这里吊裤。咁用，用一个吊开的，咁用一个吊开的，是哦。你若用这吊开，这样行，行一行。你好，这个你的根和你头，对不对？但你的手是坐你后边，但用你的后边，这个合拍。来，你用这个，你用这个拍哦，用这个拍看看哦，行不行？啊，你知影这个是啊对吗？啊，我用这个，这个，我赶快了哈，用这个打，啊，用这个拍了，用这个拍了，这样子，啊，你啊用这个拍哈，再看看，以前你用外拳在打，用刀拳打，安条，啊，两条，我条，他条来，你看麦。你跑了几几列？啊，你搞了招来家不？啊，你这有招来家不？用这个拍，用这个，用这个拍呀，看到没？来一种。那他在哪跑？对呀，搞不了。你哎，前公司跑出来，公安的回来。你你电话不差不？这里是你的根，你的根招来。哎，好，好不？那你换招来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就是你的刀子伸下去，看到没有？啊，好，就站着。我看一二三个点啊，啊，一二三，这个是啥呢？啊，这里刀刃那边，这我来这样，这样动作很好，啊，看到没有？还在合吧？哦，啊，这里你也学来这样，这样来，来，来。啊，你那个是用这个枪拍的话，吼，还在拍，很强，很强。
的，用用这个汤，大家，哎，内圈，你好。啊，你听啊，你听啊，你先，我今麦讲一声，你困下来。这下拄啊，我也困下好嘛。啊，这下拄啊，你用手，咱听，我今麦先讲，用手比较好啊，大家都来讲比较好。哎，啊，你这里叫来叫好嘛？啊，你这有来叫好嘛？有啊，吼。啊，你若告诉讲，我用这个河垫车，那用这个拍吼，你也拍看麦，拍看麦。啊，你是外圈，内圈啦。啊，你嘛起来了，我即摆在河边内圈内底哇。啊，你即摆即个地形是怎个封闭嘛？哇，敢若是我要接近伊，敢若是要起伊啊，起伊。你伊嘛知影讲我这是外圈，你伊嘛知影这是内圈，知影吼？啊，我即摆伊当中我看就是讲，即个我要准备要发了，会记得哇。啊，我就发了，一条，哦，对，一条，一条吧，好，哎呦，条啊，好，咱是像咱这个，从来中大庄，嘿嘿，是，主要是，啊，就是你爱知影讲分内外圈，一条，你讲我是分对啊，啊，你爱知影分内外圈啊，对啊，还是等于讲我迄问题，啊，你爱知影他个分内外圈无感觉清楚嘛，有吼。敢若会夹着安尼啦吼，夹着心性夹着一行哦，心夹着有啊，就夹起来嘛，吼。啊，你即马是手尔对不对？你也无是脚，你今仔讲是手尔对不对？哦，有啊，你脚，你整体嘛，我讲是手嘛，对嘛？我是讲夹咧，是伫咧所在嘛。咱即马是咧，你夹袂？比较好嘛，好不好？好啦，好，看到。可以，你看。啊，等下，这里开始上班了，不能太晚。那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我先来补妆。啊，来，这里上班了。啊啊，这里嘞，这里啊，啊这里，好吧，这里和这里同款的，好吧？啊，这里。这个同款，啊条，这个是哪里？这个同款，对嘛吼？好，啊即马这个当中，比如讲，我即马这个卡嘛，等于是内圈啦，啊这个等于外圈啦，外内外，有吼？啊无你就直接拍看，拍拍，拍，啊条，啊条，你想想嘛，啊咧这个卡是含手同款，对同吼？啊咧是吹着吼？啊你给吹着，你给着明白了。因为脚就是含手外面的嘛，有安尼好嘛？啊，肩胯就是头前好嘛，有安尼无？我来听下来，听安尼无？啊好啊，就是你就是去动点，我搭着外圈，我打住。进来你，哦，那打起来舒服啊！啊，安条，打起来真。哎，就要吹你一次一次的频率啊，那愈来愈伤，一定要吹你啊嘛，安条。啊，不，你动作听到嘛？安条。用长腿的拍，用低身躯的拍，对吧？安尼是用长腿的拍咯。虽然是对单，但是你方法不知道，还是打不出来，对吧？我讲对。好，虽然在单仔后面嘛是讲是坚固的，安尼嘛，安就安尼。啊，但是，迄个内外圈也无清楚，就要缺乏保护伊，会安怎？打你啊！单是产生的一个内两个能量，如果内能量是外的，啊，啊，对对对对对对，你又老是调，这就是正班军听你讲讲四单对单啦，单条。你又老是调，你能量跟外能量，今天打得很舒服啊，今天讲你又卖皮了起来。我即摆用含气得啊，你莫怕，好来，你讲咱莫分较深咯，咱浅浅得啊，咱浅浅拢好平咯。啊，你咱如何深，咱如何含气入外圈，完了无？心气内底加着是浅浅嘛，好无？啊，你从里面内圈拍着嘛，你含气去拍着嘛，有惊嘞无？有胆嘞，完了。还有什么？动作即含气是招啦，
你的裡面那個心就是真的，咱聽到裡面要怎麼打，好嗎？別讓小兵，我現在要玩海鮮的你打我，咱聽到好好好好，但是你這樣而已，是那個無無全無長途的，這是韓旭跟米外硬的，咱聽到好好好好好，你說這樣好嗎？我最切的，他說會要這樣，你一直說體會到嘛，好好好，這樣是你韓旭跟你外硬的，還沒有裡面的全都兩個感覺。我也不想不吃。他直接问过来说，你们快本了，快过来看空啊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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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亏了，那边的村啊，出大了，来了。他是种起来的，从新的时候，对，我从那个刚刚土地吧。对，对，啊，所以讲伊就是伫迄个疫情伊里面的地嘛，伊里面的地，他伊里面的地，他主要农业的所在，哦，关于土地嘛，有土地就有人嘛，听到没？你若无土地。因为刚刚一个错，甲东伊嘛，因为头伊咧写迄个器官动作，你看有迄个动作，啊，迄个是蛮厉害，我是看有，然后我再见。伊嘛慢慢慢对咧，台湾动作写会出来。我这边无用，你点书吼，啊，拢破出来，啊，我边对也是我无输，应该有啊，你都按赞的。你都一起按赞，还有其他赞，你有咩看啊？啊，你够掠去，讲你够贴贴了，无分享的啦。我无分享迄个，我看有白，我拢先隐藏。啊，你先先别先别，啊，等到甲白来咧，家己啊写啊，开始用起啦，用起啊。啊，你绝对来看无。是啦，你爱。讲，伫遐伫迄个字语上吼，听袂出来。像遐今仔讲个就是说，是无？因为刚才我按住分割出来咧，秘密就好啊。那就说，遐安尼话，啊你看咱就刚才秘密，啊你来另个熟，你看，伊个里应外，外应内，是无？含个话，交了无？放松啊无？啊就个里应外，外应内，是无？啊你简单来讲。喂，干嘛干嘛？啊，对啊，哎，好啊，好啊。讲法无代志啊。你即摆就是无含外圈合音嘛，所以就变成丢了嘛，是吧？是撞撞。你即摆有敢那含这个内圈含外圈各一个，砰砰撞。老师当然，内圈跟外圈有。啊，这个你要先放松嘛，你要。哎，第二走掉了，还挺灾啊！大家蛮混的。应该老长途是伊的行的，地公安尼填了盖子，填了一些下这边，填上嘛。安尼，人家公之前是事情危险，之后啦才是咱家公事情危险，安条一种。意思讲，你按摩的长期一直要怕生，所以自己也无了解嘛，自行危险啊。啊，等到你知影讲，好、哦、才知道自行危险啊。有安尼无？好知影好啊。好。没吧？佮怕袂好势，佮袂知嘛。啊，等到你知影，我就是安尼咯。另外来看看，来这里。你看，伊个曾经分析，你看，即安怎，即那会做啥嘛？即安怎，即安怎，再个安怎，再个安怎，再个安怎。伊个讲啊，即个，
记得走什么圈子，走什么圈子，别走，认识了吧？行吧，还一万四千，有比一万四千还多。啊，另外圈就是啊，第一开始就拢咧讲这啊，你有看迄个红仔图无？加咧或者换一下好无？你有看第一个红仔图无？有啊有啊。啊，你都要举一反三啊！你讲这是外因内阳尔。啊，你都要举一反三啊！啊，听。你比如讲，伊个红绿旗咱是为热平的图，对。啊，下边的话是红绿，嘛是迄个迄个啥，迄个迄个啥，一进落空。是这样，是来进落空嘛，是为你这边嘛，啊你在起晚上呢，把这边赶快嘛，慢慢调。这样子进落空。不啦，太点过啦，你干了下，你下，你下，你进落空而已啦，好吧？你们家里这边。啊，但是你一回来不远，你来不就不是说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进落空就。啊，对对对对。对啊，你是知影咱比较容易着，啊，搁搁家己家己想想较易了。啊，是啊。啊。我等下问我看有几多车，看无？今天看无来，啊，看无来，我到看。等下今天时间落来，看无？挂几档？无，你当初是移动的，读着入境的。啊！伊即马咧收啊，即个活动，伊就去查询去摸嘛，啊吼。未来认识，是啊，一个风景啊，你有法，我做。哦，你看，迄个是迄落，伊就拿我是国民家，迄个老的嘛，迄个人，对不？啊，伊咧教客语，啊，伊都咧教伊称道。介五样变换遐好无？啊，伊着看，伊个树仔许较定着，行行安尼行得对。啊，伊柳树是，就安尼，还有对应频率无？伊只看了频率讲，伊是咧问我，讲敢是安尼？哦，伊个后一个解释物件。是安尼啊。我无看内容，啊，大伊。内啊内啊，你看，伊讲看迄个啥物树啊，行行好无？行行也是会嘛，上上起嘛好无？会个嘛好无？啊，柳树是毋安尼？是不是像水？啊，这两个共。啊，拄好有像安尼意思无？咱即摆你个，这个安尼，这个安尼，爱有安共。安尼哦。安尼所以咱袂讲，你家己放下，是生活在一起共。无，迄是另外一个共。信息，另外信息无人看，是因为你看树嘛，树是安尼，爱是内在发散啊，甲石头无人看啊，安尼哦。你袂使甲动作真紧啦。你即摆是看了树，树迄阵，比如讲你即摆，你也看伊个树安尼散散，散散咧，对对对，啊散散，两个方向，好难听。啊，伊分伊个分别开，一种伊完全行拢无散散，因为树个拢安样，无安样，你看鸟就样，对，你看样对，差点。超了。好对嘛，你看树安看样，对，差点。好，迄上强好无？好对嘛，好。啊！你看，迄个镜的含少水面嘛，啊，你肯定有照着嘛。你看有树的，怎么树啊？来水面嘛。啊，你有像树林顶上那个无？啊，对。啊，这里有啥物？啥物材料？啊，水面无？啊，啊，拢干啥？啊，无你也拢树的，安尼水安尼，我安感觉暖暖。啊，你也靠出工啦，安尼话你看伊，安尼话是暖暖，但是你爱看树干。树干。他们两个。哎呀，不相干，我即嘛分开啦，啊即嘛啦，搁讲伊家己嘛吼。那听开的时候，你也看，干那无树干了是，安尼就干那乱乱。安尼就是乱乱，你搁有看了树干，搁有看安尼，无咱干那乱嘞嘛。而且搁分开，你看，一样一样的话，看了较定嘛，好不？啊即嘛分开是咧打草药用安尼，短片水。安尼是毋是专注到一个程度？对啊，好吧。那对比啊，他都安尼练习安尼，搞拢完全安尼。对啊。安尼就有成就感。
人拢伫咧落，就无无许。你若干人，你若干人等下安尼解散，咱伫咧安尼，知嘛？安尼，安尼是不是正？不是，在那里退的时候，可以伸出一个这样的。他如果这里有结点的话，就可以从那边采集采集电视。好啦，即嘛是咧逼逼对你的身躯哩呗，材质是换一个材质的身躯，你袂使甲冻变遐硬。你无共啦，我即嘛是咧讲咱的身躯的花已经徛了，你也逼对，等于讲你也无看树，也甲人看许个对，对不对？安尼敢会使？你树干有看树，敢若有中症无啦？我理由，迄个许个有，敢若像咱身躯都安尼，空间有安尼对，有安尼长，对吧？好，你也要看边啊，是较尖，是较尖，你咧较尖。你即马搁来看吼，咱就搁比对，咱就咧看用看感觉，看一个人感觉，看伊长尖，人徛咧安怎知影？你搁看这张，是不较尖这张好无？较大张，好无？较内一点，好无？较内一点，较大张。你看伊遮，伊虽然内内，但是安那。哎，安尼哦，今天就较像小只，小只是，怎样？这个伊较定，这个吼，这个就较无是这个，就较刚嘛，好无？就较刚嘛，较刚嘛。但是这你要看伊是嘛，我那这是讲咧弟弟安尼啊，怎样？哦，老只，哎，但是讲老只是讲人花钱的时候啦。安尼嘛好无？哎，安尼嘛，啊，安尼嘛。啊，伊讲是完全定，你啊看伊讲完全定，你看是无？你啊看是非常静态，你啊看咧非常静态，看啊袂哦。伊个较粗诶，对无？哎，对无？安尼，所以咧比较爽嘛。对，你看是安尼嘛，对嘛，好吧？安尼，啊，因为古早人是拢是用迄个远观天嘛。静观三块，植物嘛，静体植物，对嘛，啊是啥嘞嘛，哦，啊你安尼看啊，安尼看啊，安尼啊，远观天成啊，静观植物，是啊，安尼也方便啊，伊头拄我讲迄对照嘛，迄个对照甲迄对照你两个来对比，啊你那个东村。一就来去种甘蔗安尼哦，种棒。你讲对，是是是。咱都是从咱树叶种出来，出来种。对迄个篮球台，迄个咱先看安尼上吊，篮球台，迄个上吊，上吊啊，吼，上吊啊，好啊，有凹，有啊，你看，伊来伊是我打开去，比较比如你看，啊，即马咧讲啊，伊个是顶个搁较硬个物件吼，啊，甲球球你随时个，安尼对比你看，伊两个绑在一起咯，伊总感觉这个是足硬。你唔知什么剑什么桥啊，啥物话？啊，你有像是安尼？你有看迄图安尼无？安尼无？哎，两个国，就是差不多啊。我安尼，一个月入来，啊，一个做伙行。我知道这两个有什么国，对我是留在心情里面，说棒棒。哦，你好，历史改变好，能量历史改变好。啊，不，你看看，你看看吧，啊，我来，安尼，你做个行咧，看，安尼讲，我对嘛，我，啊，啊，你即马行咧，我干嘛行咧？我你行咧是不？啊，你有历史感觉吗？历史是吧？历史就是咱的在这细胞嘛，有可能，就是迄个。这个发出的热量，绿啊，绿，有改变吗？
渐渐的改变。那你要看是往哪里？啊，人讲的讲怕卡哦，怕卡会用你的内在改变的。对。前在天嘛，伊在对，我咧无对应嘛，我，安就是天地定位嘛，三德三界正中感觉嘛，雷锋相逢嘛，就要相应，好吧？而且宇宙在也交波嘛，伊那一个倒拢交兵啦，交波交会相处，安就是交波啊，安咧咱咧就是产生历史改变，哇，就是讲对咱是没有健康的啊。你若孤阴孤阳，孤阴不生，孤阳不长，三者东西借三者家嘛。你若讲伊正乱正规吼，正规啦吼，正规来讲变讲，以你的正规这边看，甲对方看是无共，你的正规是你家己嘛，对不对？这边倒边这边，倒边嘛吼。上帝啊，你这个是钱嘛，对不对？这是对嘛？对。好的嘞，正信看更，这是你的正规嘛，对吧？你的钱是啥物事？天嘛，好不好？坤嘞，地嘛，好不好？安尼天地正规嘛，吼。泽嘞，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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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泽嘛，好不好？好。地嘞是火啊，更是三个啊。好，这个嘞，哇，这个正啊，这个正，这个正啊，正是正啊，正是对嘛，对，好，啊，这个嘞，训训训一点嘛，风啊，对，这个坎坎，啊，这个更啊，更，好吧，人家讲地中天地定位啊，啊，三者通气，雷风相搏，水火不相，水火不相。安尼，迄工咱无，这他你即马交错，也无讲，哦，好听讲，你那徛咧，安尼伊肯定定位，蛮好，咱算哪里蛮好，啊，这个快，含这个用脚位嘛，脚位，蛮好，啊，你即马，咱来这个，再慢比较快，安尼嘛，啊，有空，安尼嘛，我，安尼从四个角度啦，好吧，安尼嘛吼，看条。啊！你即马看下了后，譬如咱就转单嘛吼，无转单嘞，量是带卖先出来嘛，一千八百，一百没得起来先，阿没起来哦，一米了，等下，阿就下掉，你看，先一定会，一个符合，一个夹，一个合，一个夹，有嘛吼？啊，你有准备转嘛？这个起来无？啊，你心，你的心要落去，但你的能量要起来。起码这是知影就好啊！你以后就已经一头已经爱混的知影嘛，啊尾啊就卖掺掺掺掺。啊，你若无这个坚持，这你呢，你看会掉的。你先落，直接落到你同学头来，就是传达，这个是掉起来，掉的。有啊吼，啊你就是要要行这个，就是你含这个夹，好吧？这个含这个夹，好吧？啊，我讲，咱的这个是，老公这是会嘛，好吧？啊！你看，佮合咱个，啊！你看，叫着无？你行，做着行，啊！你行，我着是无，合着无？啊！这叫做三合嘛，你看，啊！一个咧，含啥合？四合，啊！你即马看，你即马听，你即马落去，感觉有长脚合、膝肘合嘛？肩胯合不合？好嘞，啊！你叫着行，你叫着无？啊，我讲幼稚的时候，其实这个单位，然后单位是知影对不对？单位才知影对不对？单位才知影对。单位也知影啊，你看，以前我安尼，更有影响了。那个什么，哎，等于就是咱的天地定位的就是三个外三。啊，内三合是啥意思？内地气
拢拢常常拢作一个拢空绕口令。意气而气的。心与意合。心与意合。意气合嘛，气三成嘛，像安尼那三成嘛。啊，你普通时啊，若讲空绕口令的时候，感觉是倒位？知影嘛吼，咱这边讲不来是啥？另外，咱这边闹常咧讲议论一样啊，来有教啊，来无的时候，譬如讲你的心是不是放伫边头？啊，你也听到有，好嘛吼，好嘞，咱这不下来。你啥物要生成？我啥物来得？安尼心有含意合伫内底无？我要气用心就是这摆，意就是用嘛。安尼哦，这个心意合，啊，我要启动了，你有产生能量气场无？气能量无？有吧？气就是三合啦。安尼哦，知啊？你若无这个变就无嘛。啊，变啊，就是你吼，头拄仔你有我有讲，心是伫内底吹，也是伫外口吹。外靠出来，啊！你若要是讲第一时间伫内底想一个话，会安那看看，后面无你遐平来。咱顶部是是安那下来，起这个水底下来，你到我讲内内底来，啊好，你好，好吧，你吧，要注意啊，好吧，要往前安尼，安尼是。好，那个有异动了嘛？啊，就异动了，那个掺了气场造出来嘛，气场，那个那个那个气，气合了吧？意气合了吧？气达到生了，气有生合了，顺到里面去了。好，这紫婆鸟，啊，你那个教了，让他多些圈到另外，一个路吧。啊，多少钱？啊，那个，那个，那个，这是几道？千道，你看，千道，那万千道，万千道，我这里有个，我把它完了。啊，还有一种，第一种，咱进入车上移动，谁直接转过来？啊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他说是单纯，安尼，安尼吧，不，啊，今嘛你是。你这个还没地方啊！迎接去拍海，好，对了对了，看人。这老师，对，这厉害，刚签到，那个这个退位啊。你看，我开始讲老婆烦，无照这个位啊，我是不知安尼。对啊，我来照，照这个，这叫做香嘛，啊，这叫做香嘛，单条，单条一组。单为主，啊，这是香为主，晓得无？香就是安尼嘛，香就是安尼嘛，好无？好无？好，啊，你种香知影你唔对下来，先安尼，先安尼，好嘞，过来开。你头多少钱？安尼对唔对？啊，好嘞，开。还有单，安尼啦，单几粒粒啦，啊，都是香啦。安尼是香，啊，来药香开过，后来开，安尼是香对不对？香根条，香就是神为主嘛。好来，等下来，即马温为主。温啊，温为主，好来。刚才还有听话吼，好来，你搁神为主，神在车嘛，刚听，刚来神，后来神开过，后来，安尼是刚来神，好来，再来，再等下，好来，温为主。海龟啦，拢海龟啊！海条啊！我有不快乐的痛，你要原谅我。所以我不知道爽。好，我你玩得起来不？
这个温为主，啊，这个叫湿。啊，你那你讲是用以温为主嘛？不啦，你不要控制来要拜的。看看什么时间？哎、欸，看什么时间？啊，这是以啥为主？哦，不一样啊，有些变化，有些变化，刚讲。好，阿、啊、你阿、啊、你讲，这里好了，他突然可以看的。两个，这个两个都是可以练的，看条。看你是练是以前为主，我很舒服，看条，是吧？好，来，搁倒转下来，我以棍，我是知影练唔对，因为你身是伊有棍带，伊就是会使以这为主，看条。我以棍为主，刚刚好，看条，看皮皮啊，看条。温为主的是，温为主的是，那个加上肉素的概念。啊，对对对，哎，在这啊，我刚听，你只要签到，已经在这就行了，哦，刚听，好吧？你温为主是中嘛，好吧？哇，中啊，对吧？啊，你是被包脑嘛，好吧？是心较唯一而已，你袂使以这个为主，这个无。是安尼，我是讲一下嘛，吼。哦，你看这里啊，感官的安尼嘛，对不对？但你袂使以安为主啊，你感官以这个第一个动起来无？安尼起步，读书，搁读在，搁本土，哦。啊，你行到那想玩个小想哦。我真的有学的。主要是你学吧以后，等的当中，你拢感觉有焦聚，有焦聚，但是这是苦。但你的身躯、你的变工、你的温含性的那含面的话，你的这个高的空间内面那含面的话吼，下起来就安那，就干。你有了解高的空间？啊，了解。高的空间条，按咱讲，介高的空间，绝对啦，好，迄是咱就需求啦。咱即马讲高的空间啦，他拄啊是毋是讲八卦？这就是中啦，有爱见鬼无？啊，来，比如讲咱即马讲天机会，我怎样？快下来，好，来，好，来，好。你若自然咧徛咧。你若无习惯性，肯定会记得，是嘛？有感觉平常你无改善的话，你嘛就是啊。你的空间先嘛老大，啊，我即摆用一个啊，你看，现在你就0.1%是吧？你就这中标嘛，好不？哎呀，现在空间很大，啊，你想天定地了，好吧？天定地嘛，好，好。啊！即个天地，咱内底有出现，是外形含内里符合你。什么叫做外形内？就是你啊，动作符号变动，这叫做外形。外形变动，这叫做。然后来就把它变化。比如讲，外形的动作，哇，有时候新起来，这会啊，特别来来来来，要变化。它多少形？新的，一点不对，对吧？这是新的天应天嘛？啊，即马来变什么了？一个是大型的天顶，就是天应天；啊，一个是新的地应天，然后最后也好来，啊，最后，这个是大型，这是来，对不对？好来，咱即摆先上来，咱用心，用心，先来办掉。先来上起来哇，好，你起来对不对？啊，你即摆就是心起来，我就坐了，你来坐下来，坐，安尼对无？安尼够对用无？安尼咱人坐落去有遐多感觉？安尼有麻无啦？你有感觉有麻无？是无？啊无你加了你无落下来，你加了心，这种这叫做背道，啊一种顺道的，讲你平慢些落哦，你平慢些落，我心服啊，阿落，这叫顺道，听到无？听到？坐来坐落，顺道到背道。相撞的变道，还在用宽嘛？啊，你两天开始用宽，我这个就是那条宽的，啊，你知道吗？哈，啊，就是长这样，好吧？啊，来，慢慢开拓哈，啊，来用力啊！
先把它升大好了，这样就辛苦你了，这样对吧？就做好嘛。好，恁感谢。这市做伙做差评，讲咱要赶快做拢清，安尼顺道下来。这里来，这里来，做伙搞，不管是多少下来，来。哇，安尼是，这里也吧，这里也吧。你哪样？超级小上。咱用平的，咱都用车，好不？那用平超级嘛，那是。哦，平方平的，多多条。意思是讲，这个盘咱来甲看下，顶悬天比较低嘛，我来看到就看，这个是低，那个是就正蛮好的，就正蛮好。好，所以就是这个商业平面，你讲安尼好不？大家安尼，安尼有几种说法嘛？这是六座成功的一些超级朱雀嘛，啊，不要紧的嘛，啊，顶悬怎样？多钱？好，这个比较成本嘛。啊，你有跟我边要个康康啦？还不如吧。好，安尼嘛，这点可以哦。所以我必想的，然后面讲，我来这里来，大家全部吃了，这里来，抓住，这样好了，这边好了，前应后上一下，你一位，好的，两，他的第二嘛，还是两个好，这里六兽神功角度嘛，对，他以六兽神功来全身到底怎么，他说讲天地定位，你起码就是阿伯安尼，就安尼了哈，哎，所以挂位。挂位方向，大个角度，大家就可以丢，抓紧这个角度，好吧？来，你们就是用电力跑的时候，然后电力磨练哦。好吧，好，阿弟兄们，加上那个圈子，啊，就磨啊，就这样，运动那个运动嘛，对吧？还有天津定位价值，但是还是有效果的，但是可以就好了。但是设计的设计的天津定位，还有办法哈。好，啊，你起码用我用什么？你好，啊，啊，你过来哈。好啊，我好，还是那边运动。哇，好，这是什么？我操！没有高来，好吧？这里不是这样，高来是这样吧？高来，高来，那个高的话，还是高的，好吧？还是高的。要是不盖水，现在在建钢厂回来，先要出啊，先要努力从电池机的电力定位下去啊。这核子核子的太恐怖了，我来吧，这个高铁啊，这个高铁要过来，不怕什么？这个安内做平安内嘛，好吧？啊，这个平安内做平安内嘛，好吧？啊，你来看这东我哪边？好吧，来一个，好吧，好起来。这里啊，我们这边，这里啊，这里，全部都是这里，这里啊，还有这边，好，很多完成这里这边，完成这里，完成这里这边，完成这里这边，完成这里，好，还有这个，好。啊！你买电池来回公司诶，反正讲，我自己来买，好不啦？好，好，讲，我普通啊，是来个，啊，这个怎么？这款车怎么样？啊，这个是新车啊。不行，好，第二第二第二，你玩我。来，我也主要谈个三个东西。哎，哎，啊，这样。你这样练，好练正道，好吧？吸
我来是用画的，画的安尼好啊，捏捏吧，安尼画的。因为这多重练法吼，用咱即摆想练单手啦吼，单手先放好，因为讲咱即摆是弓箭吼，这个想要袂转，啊我即摆转右腰这个转撑这个盘，安尼嘛吼，但你也开始练，你也放下蹬，先这个嘛无蹬，脚嘛无蹬，也嘛无蹬，干那轻蹬安尼吼。放松放掉吧，看这个蹬，本来这里磨蹬的，没有，也很像，先蹬顺时钟，这个蹬顺时钟，啊，这把蹬好啊吼，我这把左手夹起来，因为无得打，安尼吼，我哩夹袂了，这个无得吼，夹起来啦吼，好吧吼，所以左手夹手拢会夹起来，赶快去解决啦吼。哦，这就是单手，这就是这个盘，啊，即摆下了面上，啊，都是这个轻松，这个轻松，啊，即摆这个做好了，放空好了，这个轻松，这个轻松，好 ，OK， 来赶快抢一波转，你是随心转的，但是现在不管转的话呢，转，赶快抢一波，我这个点分，哎，还是有数量，哦，对对。所以你也先快，咱放到后边，哎，咱放到后边，放到头前的地方，我就讲以为这里是飞，这里好，好吧，我来吧，掉了嘛吼，这是空降，好吧，好来，你慢下了，慢看个地方来，你倒上来，对吗？因为这里剩下先关，这里飞掉，啊，你来看，看先关掉，这里飞，来一下，这边这边好了，这边这边，啊，倒了，啊啊，倒了，是吧？啊，即摆知影就好啊，你着这两个片啊，平产生相对，啊，你着踮拍开一半一半，无伊伊个来调整，讲，比如讲安尼开，开你这个皮膜啊吼，这个膜啊敢来吸进来，吸进来，吸进来，啊，再个水来这个，变安尼，哦，对对，吸进来，啊，即摆个水来咧，就赶快走来了，看到，我讲这个膜啊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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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掉了动的地方，动好了，还在动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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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够困难了，他刚变麻了，我要变了。